一年级开学了，我是一年一班的生活老师。第一次压力比山大，六点半要起床，要给他们叠被子、擦桌子、擦床头、消毒，还要洗衣服，总之就是干活啊！对，还有洗澡。第一次责任心爆棚，突然发现真的是没有人帮我，我就觉得责任特别重大。能不能今天我说话？星期五晚十点，学童先师练成绩。香飘飘奶茶一年级，我们上学去。